Hello， 我是 KK， 我喜欢交朋友，尝试跟陌生人聊天。我现在有六个朋友，每一个都很有趣。我也很喜欢钓鱼，虽然会的不多，但我很享受这种跟未知搏斗的感觉。这个系列我们想收集到全图鉴，一本台湾能钓到的鱼的全图鉴，一本中文是有故事的图鉴，就趁着心还年轻，一起走吧。感谢奥克玛宝熊钓具赞助播出。现在绝大多数剩下淡水鱼，因为我们前六七集第三季的前六七集几乎都是海水鱼，对吧？我记得几乎都是海水鱼。对，来啊，一镜到底，抽到什么钓什么，来吧。啊！大家早，是 KK， 就是我们还会在这个系列见面的吧？这里是台湾大钓哥 EP28。你最期待的那个系列，近期我们也推出了一场超大型的活动哦，叫做台湾大钓哥官方游戏。那这就是我们推出的这个全彩防水鱼尺，这条大概卖200块而已哦。那就只希望让所有玩家不分年龄都能共享盛举。像这个礼拜的突发任务目标鱼是 OK， 那总奖金也是10000元。大家如果想加入游戏或看更多游戏资讯，记得点击资讯卡，或是点击下方的链接也可以加入游戏。那各位玩家，我们游戏里见。介绍一下目标鱼，大口汤里，让我们折腾快一年的目标鱼，我们已经在东部还有北部把他老家翻了个遍。那即使你都已经看到他本人了，他还是会在那边批给你看嘛。绝对是我交手过数一数二精的淡水鱼啊，所以他在台湾也被称为淡水鱼中的梦幻邮票。那汤里科目前在全世界总共发现了10种，那在台湾记载了其中3种，包括大口汤里、黑边汤里还有姿形汤里。那这3种鱼种都是广延性鱼种，你在河川下游啊、河口、淡海水交界处，甚至在沿岸、沿岸边，你都可以发现它们的踪迹。其中最特别的是大口汤里，它主要生活在淡水，而且它的宿河能力超强，所以你有机会在这种山间啊、深山的小溪流中看到大口汤里。那姿形汤里还有这个黑边汤里，它们主要生活在海水里，所以你很有机会在矶钓或是潜打的时候，或是用手竿在海边垂钓的时候，有幸你搞不好可以跟这种充满压抑的小家伙这个交手一番哦。那我们在找资料的时候也有发现一件事哦，那就是大口汤里它已经被称为梦幻鱼种了嘛，但是黑边汤里才是梦幻中的梦幻，因为这个黑边汤里已经被 IUCN 列为濒危物种了。如果未来有一天大家有幸跟他们交手，那就请好好保护他们，也保护好他们的栖息地，不要外流。那毕竟不打扰就是我们最后的温柔。那大口汤里它的体侧侧边都是有点黑色斑点跟纹路的，然后它的鳍是呈现有点淡黄色，那最大的特色还是它尾鳍上下都有黑色的大斑点，而且据说大口汤里最大最大可以长到45公分哦，45公分，超大，这已经是传说级的大口汤里了。如果我要开这个当目标鱼的话，这个赏金可能要超过50000，45。那大口汤里属杂食性啊，它也是极其贪吃的物种，而且它在夜间是特别的活跃，它的主食是小虾、小鱼，还有一些水生的昆虫。那也因为它是杂食性的啦，所以台湾的各地都有一些自己的独门妙招、自己的必杀饵来对付这种梦幻的淡水鱼。那我们今天要回到一个最熟悉的地方，那最熟悉的人，那一场我钓到不归的就是两台，走吧。I'll wait to see your golden smile, feel of a thousand kisses. Oh, please stay a while. I'll reach up to hold your sunlit face. 终于到了，4小时。哎呦，七姑哎，那我钓的，啊你钓的你还放这里啊？这只哦，十番哦，它是很小只，要养到那么大。这只龙胆吧？五番，好，这是五番啊。三只，那这是你钓的？那只，这么厉害？哦，这么厉害，那。好不好，终于到花莲了，然后我们借住在这个花莲旧钓的舍友斌哥他们家，然后明天就要正式开始我们的挑战，我们明天早上4点要到玉里
花莲的玉里，我要供这个大口汤里这张邮票，然后也很谢谢 Q New 哥，就是花莲酒料社长，然后召集了很多好朋友，就大家一起找钓点啊，然后用饵啊什么的。里面刚刚在煮一个很特别的饵，我等一下拍给大家看。对，然后这次准备的装备也还蛮不错的。上次来找他们是来放长线嘛，这次来找他们都是一些熟悉的面孔来叙叙旧，然后觉得很亲切，觉得花莲真的是一个很棒的地方。那希望明天的这个挑战一切顺利。OK， 好香哦，花生的。哦，直接用糯米粉做的马吉啊。对啊。来，林哥在准备我们明天钓汤里的饵啊。他说用马吉钓，这是又是在地的神奇方法了，是不是？花莲的，这可以吃是不是？可以吃。好啊，不吃干。果然，如果不会煮马吉，不要说自己是花莲人。哦，很香呢。又糖的、啊。真的是马吉耶。真的马吉啊。有糖的啦，这不是没糖的。好吃耶，惨了，明天会钓到我，很好吃耶。明天会钓到你。你爸爸弄的马蹄很好吃哎、欸，是啊，你要不要吃看？花莲就钓的马蹄，好吃啊！惨了惨了，你钓到很多小朋友都没有钓到鱼，吃吃看吃吃看，很好吃哎、欸。好了吗？我好吃哎、欸，都是花生啊！你这个脏鬼。早安，早安。现在是早上5点，好，我们要出发了。这边应该没有10度哦。裸体战车，你今天在裸体会死掉哦！这个温度鱼不知道会不会咬，超冷的啦！啊，但是这个太阳超漂亮的。不是鱼，不清楚，那边放近给大家看。有没有大哥？开工开工！今天带这颗，哒啦！这颗是 Okuma 的新卷线器，它是 ITX， 漂亮 carbon 的卷线器。我们今天搭这只老战友天蝎座 UL。搭配起来应该也不会太重。今天的配置是 PE1号配 Carbon2号，你这边鱼体好像不小，所以不敢用到 0.6。 那你这只是什么？这个是红蟹，红蟹配 Stella， 配 Stella， 不简单啊，小小年纪不简单啊。开局先买一个2.5克的，这个是毛毛哥给我的这个小亮片小汤匙，应该是亮片啊，2.5克小亮片，应该丢得出去吧？一号 PE， 二号卡缝，但是应该丢不远，线有点略粗了。哎、欸，被爆了一口，不知道是八刀还是被他爆。中了，哎、欸，它掉了。怎么了？掉了。掉了。
下游那边感觉不错，冲一个。哎呦，这里可以，先丢一个。哇，这真的是母汤啊！走路走一走，直接被勾了一整组。啊，好了，帮他带回去丢吧。别啊，这个小朋友如果勾到是很危险的、啊，真的是吼。如何？你跟我一起丢啊？可以啊，好像很多呢。这狂吃，这个就可以。哦，这个中，八道的，八道一只西哥。手一直抖哎、欸，他这样子哎、欸，他这样子抓着，让手靠着，然后脚靠着，不然我看他一直刚我一直这样子，我都不知道有没有。哎，没中，哎，中了。不过瘾。跟鲫鱼啊！哎，鲫鱼，不小哎、欸，我直接飞哦。直接飞。大。蛮大的哎、欸，不要放地上好了，放这。抓到你哦，今天第一只鱼。26、27的鲫鱼。OK。拜拜！哎呦，哦！他好像吃很久了。哎，福寿有点体型的福寿，我要飞了、哦。先关起来吗？好。这个完全扶不起来，不会动的那种哎，嘿，不会动。呜呼，他怎么又是福寿？我们的大口袋里面没有大口汤里。大口袋里面，我有看到很多只，真的、啊。下面那里。哇，不过下面的不太爱吃。体型蛮漂亮的。这边的鱼可以吃吗？可以。真的假的？真的。那拿回去给弟弟吃。大家有没有看到鱼？很扯，真的很多又很大。啊。今天我们大家搞了一整天，然后这边的水是清到你根本不用浮标，你只要看你的吐司消失了就可以开枪了。那只是这边的鱼都超精，这边的虾面都超大，看起来都四五十的大虾面，然后有汤里什么都有，你想要的淡水鱼这边都有。这边的鱼真的很精，不好钓，不好钓。都是。汤里呀、啊！哇，它的饲料也是独立养的一缸饲料啊！哇哈哈！哇！哦哦哦哦哦！哦，开始吃了，牛港开始兴奋了。这里很多人躲在角落啊，
不知道会不会被他们炸。虫来了，虫来了。哦，上面吃了。有人要吃吗？有。那你姐姐去很大。看到它的船吃掉了，超大，超大，我们的目标鱼都在鱼缸里呀、啊，这是超大的，大口汤里。这是缸啊，超大的，这边水那么干净，绝对能吃，100%能吃，这是40卷，破我大钓哥记录，我大钓哥最大钓20。汤里汤里，你啊，对啊，40公分。那一条溪很干净。嗯，那边的汤里都超大，我去好几次都没钓到。可惜啊，就要钓汤里就带个路亚竿来了。啊，汤里有人在富裕吗？有人在专门养汤里。但是汤里基本上还没有，好像还没有人成功繁殖。所以算富裕好像还没有成功，但是汤里的族群还没有少到像其他原生种呢，所以他们也没有认真要富裕。因为我有一个钓友，他们家就是一整缸的汤里，但他说也是不会生的，也是不会生。嗯，不会生新的啊，都越来越大，一只比一只还大。哦，都会放嘴呢。他先放嘴而已。不太会捉钩的呢。不见了。哎，中了，中了！啊，这是马口，小马口，好可爱。这边也有马口，哎呦，还好，拜拜。那我试试看，小钩子吃我下，应该会中汤里哦。认真，啊，怎么每次都是这样子？还无呢？对啊，好厉害！那这样丢一颗一颗就一直吃。对啊。果然是我厉害的敌人。这个赖区。加油加油加油，应该有点货。呼呼，什么鱼？哈尼乌龟鱼。乌龟吗？好。乌龟吗？对。哦，留两三只小只的，都。那不是汤里。都是乌龟。里面会有大只的出现。你看。有没有看到？看到了。想跑。哦，所以你们的方法就是要先看到它再丢。然后没有看到。贴墙被困住了，大哥被困住了。哎呦，好几只呢！大哥，哎呦，洞！我才来不及。线。哎，有。好，一只。哎，这不是乌龟鱼。体型可以。对啊，体型可以，看起来没有像乌龟鱼。乌龟鱼。珍珠石斑啊。是吧？
啊，吉利吴郭鱼。汤里啊、哦，呗，路亚、哦。如果是我中汤里耶，是怎样？我来十分钟而已。为什么？无奈。现在都在这里，这里大概二十几只有这一圈，然后很安静的在游它的。Yes！ 耶呼！耶呼！门盖拍到吧？门盖拍到吧？哎呀，这个有拍到，这个有拍到，这个绝对有拍到。不要！不要！不要！哦，汤里好刺哦，汤里好刺哦！不要！不要！我要用生命守护你！找到你了，兄弟。但他全身都超刺的，对，背鳍，然后侧线都全部都超刺。他有点像气肠啊那样。对，我全部手，我手有两三个洞，都流血。拍一下就把你们放回去。有啦，三只都好好的 ，nice nice， 都没事。我觉得汤里他最好看就是他那个全身花纹，他额头的是最明显，额头的超漂亮的，有点那个佛教图腾，有点难形容豹纹。他的头，他鳞片很密集这样子，嗯，然后刺耳很凶，帅帅帅，汤里汤里，我的梦幻目标鱼。看他这时候带这个小箱子，更漂亮了。Nice， 跟你们戴面具，我要跟你的手击掌。Yes， nice， 谢谢哥。然后汤里是捡，刚刚是捡我在底部的吐司，我看到底部的吐司白色的点突然消失，就开枪了，因为我们都没用浮标，因为这边太浅了。我们刚刚有观察出更明显，另一个是只要有线跟钩子，它就会超怕，就不吃，就戒心整个拉高超多。这边的溪鱼都好强，我们在这边弄了三个小时吧，然后。起了一只苦花，花两只汤里，就这样。拜拜。平常放在手上这样下去了，啊，它在我手上跳两下，全部都是血，真的超刺的，大家小心。拜拜。这也要放生了，我就把它慢慢放进水里。真的是个美丽的小东西，这边真的很刺，大家小心。这边这个鳍都超刺的，还有这边这个真的很利，它的鳃这边是超利的。拜。开心。你今天的鱼也有皮吗？啊？你今天的鱼也有皮吗？我
不知道，要看火大不大。火大才会有皮哦。通常是这样，因为你够快，它马上脆掉。这样。那、啊、你太慢就要放很久，啊、然后来里面的肉也会跟着加温，就变柴了。他们现在要教我要怎么让鱼有皮。有皮？我从来没有。这个失败。我从小到大吃我妈煎的鱼也没有过皮，我妈说那很难，不会有皮，不要炒。真的真的啊，我妈煮菜也，只煮一两年就不煮了。是啊、哦，来看一下吧。它也湿湿的，没有关系。没关系，刚好是像这样就是够热了。哦，要喷爆了。哦，还好。再加上面还有什么？哦。有皮耶。还好还好。不能拍。就是让它煎到有点卡。嗯。它就差不多了。真的有皮耶。对。这个鱼筋把香油啊弄破，这样就 OK 啦。有皮的鱼，对。啊，现在先都不要弄到没关系，你就等。来喽，看有没有皮。啊，有皮有皮。但是尾巴被吹进去了。有皮的，然后只用手机放在这边挂着拍就好了。上菜了，好香香的啦，那个油弄到九层塔真的。来，开吃。我们离开这边的最后一层，香香的。配个小辣椒。嗯。哦，好辣。好啦，喝啤酒啊！啊，OK， 这是后记。哇，现在情绪有点不能平复。就是我们开头不是有说这个黑边汤里是这个濒危物种吗？那大家可以来再继续看一下我们钓到的汤里，我越看越像。其实我们钓到的好像真的就是黑边汤鲤耶，真的，因为当下没有发现。但是如果你有钓过大口汤鲤，或是你有看过各大 YouTuber 拍这个大口汤鲤的影片，你会发现大口汤鲤的尾巴是有两个明显的黑点，但是这个黑边汤鲤它是有很多实心的，算实心的，就是黑边啦。然后它整个形态啊，整个样子，包括它的花纹，我们就很认真的判定这应该就是黑边汤鲤没错。所以我们在开头讲了，大家要如果不小心脚手到，要好好保护它们。对，结果真的被我们自己遇到了，那就承担更重的责任。这个栖息地我们就不要公开，然后大家如果有幸知道这个地点的话，也请大家不要公开，就是希望这个族群数量可以好好保护他们，让他们越来越大，然后早日的离开濒危物种的行列。哇，真的没有想到，真的没有想到，黑边塘里，结果我还是没钓到大口塘里。这次的目标鱼本来是大口汤鲤，但算幸运吗？还是不幸？我们最后钓到的是黑边汤鲤，然后就临时写一张目标鱼出来吧，把它贴上去，这样大口汤鲤就继续沉睡在我们的这个目标鱼行列中。Why would you look outside yourself when you have all of the world inside?1, 2, 3 4 我格外珍惜这每次的相遇，所以我让你们都进入我的影片里。这场游戏和第28集差不多同时上架，那至今有大概200位玩家加入游戏，希望我能够悄悄地在玩家心中种下一颗种子，传递我们当时拍出第一集的那种悸动，相信玩家们也都能在游戏中获得自己需要的东西。
那这次的汤里，我们东征的次数已经不胜枚举了，甚至包括了《荒岛求生》第五集嘛，所以我们一直都没有忘记这只梦幻的目标鱼，而我们最后也在东部最暖的部落旭海完成了这一趟的挑战。那是一个张开双臂拥抱大家的地方，来自台湾各地的旅人啊，以及环岛的挑战者们，总是会因为旭海的美景还有人情味都驻足几天。感谢花莲揪钓，爱你们，感谢肯漂旅行，已经期待下次相聚了，感谢无敌哥。这几项无敌还有肯漂旅行的大家学到了更多的耐心，学到了要怎么留下鱼皮，那下一集会如何呢？我跟你们一样期待 DUKK。大家好，又来到这个重要环节，暌违一年了，丢枪了，各位丢枪了，这样怎么？刚刚有路人偷偷暂停，就看到第一张了。现在大概还有七八张，都是这个季节，然后我们还没有完成挑战的鱼。对啊，因为最近真的太多计划了嘛，但是只要抽出来，我还是会一直放在心里，会一直冲的，好吗？然后也在我们的官方游戏里面，大家可以跟我一起冲，来丢进去。来了，哦，这么厉害，倒钓大魔王之一啊，矶钓大魔王。最近矶钓是有成长一些，但是不知道还足不足够钓起这一次。好了，下一集的目标鱼。喜欢这集影片的话，记得按赞、订阅、分享。那话不多说，我在游戏里面等你们，下集见 ，peace。你会不会全身下去被爸爸骂，然后不能上车？你在干嘛？